从我撕开船票的那一刻开始起，那一刻开始起，啊，我知道这一趟，这一趟此去路程，没有成果，岂能返乡？我知道离别父母的那一种伤痛，我知道方向，融化日志的那一种决定。生命运有多少人更需要愿意的拯救，放下了是外在的一切，提起的是责任的使命。多少岁月
最后证明了道理。